快追踪你 IG， 你一定是一个名人。你是名人。小孩好可爱哦。谢谢。你老公是名人呢。对，他是。这是阿庆老师哎。对。音乐人呢？没有。真的吗？对，结婚。真的假的啦？哇！可以访问。太遗憾了，那我可以访问你吗？可以啊。啊，请问。带你去哪里约会会很开心？该吃好吃的。大家，她是一个妈妈，对，两个小孩。哈，有没有20？有。哇，好厉害哦！那你做什么的？为什么可以这么年轻啊？我现在就是全职妈妈。我可以追踪你 IG， 你一定是个名人。你是名人。小孩好可爱哦。谢谢。你老公是名人呢？对，他是。这是阿庆老师哎。对。音乐人呢？请问花花要怎么样娶到可爱的老婆？啊，我其实蛮好追的。什么时候会知道要结婚的？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要找，所以我找对象都会找，就是以结婚为前提的。对，以结婚为前提的，然后年纪可能比较大的。你什么星座？巨蟹。好准哦，他是那一种最爱家的那一种。求婚有什么建议吗？求婚？你是被求的吗？我有被求婚，弹吉他唱歌，对啊，很浪漫，所以一定要给女生一个一辈子浪漫的回忆，就是一辈子就是结一次婚，求一次婚。结婚前和结婚后没有差别？我觉得婚前婚后其实还好，比较大的差别是在小孩，然后这时候可能教养的问题啊，或者是对小孩的方式不同，就会很容易起吵架。最常吵什么？就会希望爸爸多陪小孩子吧，因为他很忙。给我们一个哄小孩的诀窍。我觉得要把他们带离开那个现场，因为他们在现场，他们就一直哭。如果你带他们到另外一个环境的话，他们可能会觉得，哎，已经换一个地方了。他们可能就会比较想说，那你要干嘛？就可能会比较可以跟他讲话。对。如果小孩在哭的话，我们可能会带他去厕所。哦，厕所。然后刚好聊一聊，不要吵到别人。那这个应该也可以用在女朋友身上。女朋友在哭的时候，赶快带离现场。离现场，带去买买东西。结婚前有没有什么需要准备的？结婚要准备的很多，我觉得看你有没有要办婚礼吧。如果只是登记的话，其实很方便。现在年轻人啊，如果你没有预算那么多的话，你可以只要办婚礼，登记就好。登记就好。那请个朋友吃饭，小的聚餐，叫什么？好，比较省钱。那请问你多高？我猜，我猜。有多高啊？猜猜看。我猜猜，应该是138。差太多了吧？哦，那本来148了，148，148，你这么。稚气的脸讲这么妈妈的话，好不习惯哦。很威吓。谢谢花花，希望你们一切很好，小孩顺利长大。再见了，改天见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